基督信仰的信或相信并不是一个点的概念，而是一个线的表现。相信有一个过程，相信是一个不断表现的过程。我们不可能什么都信的，然后我信就得一个，不信就失去一个，你整天都在抽奖啊。没有，我们的信心不是这样，我们的信心是一种生命。有人从生下来某一天一站起来就没有跌倒过吗？没有啊，我六十几岁了，一个礼拜前，一个多月前还跌倒呢。我不是很会走路的吗？那怎么会跌倒呢？你听得懂吗？我们当中没有人这样的，我们当中没有人相信上帝之后就没有再有失败过，就没有这种事情。所以你不必觉得你有罪恶感啊，我不信，对，但站起来再走，它是一个过程，它是一个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一开始是因着相信，到最后都是相信，所以信它是有过程的，信不是一个一翻两瞪眼的事情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信心生活是有层次的，是有层次的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相信很不容易，怎么可能呢？但渐渐的更多的往前走，我们生活中有更多的经历，我们就更容易相信，更容易接受，更容易过信心的生活。当我们越经历它，我们越就可以明白神对我们个人的带领。